得过台湾十大招牌饭冠军的嘉义火鸡肉饭，现在有业者推陈出新，把在地的鲜蚵、乌鱼子和火鸡肉搭配在一起，摇身一变成了口感特殊的海味火鸡肉饭。日前在嘉义东石渔人码头举行试吃会，吸引许多民众到场尝鲜。一大碗热腾腾的白饭，放上火鸡肉片、东石鲜甜的牛奶颗，再加上两片烤得金黄的乌鱼子，配上几片酸中带甜的腌制酱瓜，鲜美的海味火鸡肉饭就出炉了。来到那个冬节时，不只来咱食咱的蚵仔，食蚵仔包，哦，食咱的海产，甚至个来到这一定要来食一碗那个海味的火鸡肉饭。我们会搭配季节性的海产去做出适当的调整，做出海味火鸡肉饭，让民众山珍海味一次满足。嫩中带点嚼劲的火鸡肉搭配鲜蚵和咸香乌鱼子，形成风味绝佳的海味火鸡肉饭。不止大人喜欢，就连小 baby 也喜欢吃。可以做汤，真的有海鲜的味道，很香，好吃。搭配很特殊，很好吃，有一种特殊的口感，这样不错呢，是中华美食。少了油腻，少了黏腻的味道，但是多了海味的鲜美跟甜美。业者以火鸡肉饭和新鲜的牡蛎结合成鲜蚵火鸡肉饭的创意料理，让想尝鲜的民众多了一项新选择。新唐人亚太电视侯瑞霞、方雅贤，台湾嘉义采访报道。